哎，等等我，等我，等老公去喂鸭子，今天晚上。后面买了50包，就还这些了，还在拐角。就吃这些，吃完就吃五谷杂粮。哦。过段时间就有9谷了。几包啊？4包。一天4包。估计明天就有那个9谷，然后明天就用4料拌9谷，让他学会吃这个9谷。你不拌的话，这个鸭子刚学吃，根本不会吃。哦，今天又来坐这个敞篷车了。早上的空气真是好啊！到了，到了。哇，这鸭子全部都按上来了，你看把盖子都掀掉了，还不来喂我？我要开始反天了。全部上来了，都在找吃的，都在觅食。才几天不见啊，就又大了好多。这个草都不用你们除的，你看给你弄得多干净。要不要再移上去？可以啊，让它锻炼一下肌肉。往那边去呢？那边上不来。他还知道把这个黄竹草留在这里哈。这么大一个。哎呀，声音都变了。黑色变色，这一包一个桶倒一点，不然这个都围在这里。那如果昨天晚上拿过来的，昨天下午扛4料过来的话，估计也会被干。现在要减少他们的量，去捉捉虫啊，没那么多开销。那你还养？都来了来了，慌不慌？螃蟹。慌，你看一下，等下瞬间就咬完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密集恐怖症都会犯。就开始吃，你让他吃完这一阵，吃完这一阵然后就下水了。哇，你看这大了好多了，什么坡都爬得上来，看见没？哎，哇靠，别抢啊，都能吃到，吃一点点的。你看，你看一下这个鸭子在这里，没有鼓起来，这边都没，都哦，对，本来吃饱了是鼓起来的，拖下去的那种。看到这鸭子，人家螃蟹笑的嘴都合不拢。成功啦，是不是？虽然是没有900多只，好，就算它900只啊，也算成功的。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养殖了，不亏本就可以了。啊，有这些鸭子就在旁边等，等它们先吃了，再大一点就怎么弄啊？空地了，那个酒谷就可以撒在地上，撒在地上了。酒谷反正便宜，5块钱一包。这些鸭子吃饱了，一摇一摆的过来了。看这个脖子，脖子都已经装不下了，我的天哪！这鸭子跑得飞快，干饭鸭干完了就得下水。为什么这鸭子看起来好怕我的样子？你来的少，陌生人。怎么一个这么骚气的女人来了？我懒得理你。那鸭子的第一包瞬间秒完，真的是空掉了。一个个吃的那个脖子都已经走不动了，已经10分钟不到，130就没了。鸭子这么多，太厉害了，全部都空了，光盘行动啊，这都是。我又不伤害你们，你们跑啥呢？真的是，这些会抢的吃完了都已经下水了哈。剩下这些
都是不怎么会抢的一些鸭子。都在说你的脚怎么回事，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脚到底怎么了。你脚到底怎么了？我那天崴到一下。是崴的，家人们，一直都没好，擦了红花油也没怎么好。他说是鬼打脚，搞得别人说螃蟹痛风了什么什么的，各种各样的说辞。我这个人比较蛮啊，没在关键时刻绝不上药店。那他公羊太力大了，高的那里有青苔，哗一下，哦靠！我真的那蹲的一瞬间，真的想把那条公羊给上吊。看这里还有一只小可爱在这里，让它吃，我们都不要打扰它。天天都在最后面吃。那没办法呀，小的就是这样子。螃蟹露出了慈父般的微表情。别叫，我在这。现在瞬间平静了啊。嗯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堵住嘴巴了。看，寻一下糖。嗯，我发现在地上好多这个白色的，家人们，这白色的是什么？那些难道是鸭子在换毛吗？你发现没有，这地上好多白色的，有些是鸭子的绒毛，那这些小的是什么？小的鸭子的头皮屑。头皮屑吗？嗯，这就是鸭子的头皮屑。之所以这个鸭子要在水里面，它等一下左搓搓右搓搓，左搓搓右搓搓，然后搓下来了，知道吧？哦哦，鸭子身上掉的，那这就是说，对，一块一块的，跟头皮屑一模一样的。这走了一圈啊，一切安好。喂完鸭子，这个太阳都升这么高了，回家煮早餐去。